問題，佢話點睇6908呢只股份啦？佢話同中芯同埋華虹半導體咧有咩分別咧？咁樣6908啊，唔好意思，6908啊，就係係啦。咁你點睇？同埋你解釋下嗰個基本面，就係呢個宏光半導體同另外嗰兩隻有咩分別？咁啊，而家就係升緊16%嘅。嗱，其實如果你問我，我真係唔開份業績出嚟啦，我都唔知會有啲咩太大嘅分別喺度。而講緊咁短時間一時三刻內啦，我亦都未必話真係講緊喺份業績上面揾到好大嘅亮點啊、焦點啊等等。咁但係你要記住，講緊睇股票啦，第一時間上面千祈唔好間公司有半導體三個字，就等於就華虹半導體。喂，大家都係做半導體喎，等於係一模一樣先。如果你看公司業績上面，我開份財務報表上面已經有個很大的分別在這裡。講緊公司做的半導體主要應用在 LED 入面的半導體，你要記住留意半導體這個 terms 可以是一些很專業或者很高技術相關，好像是台積電、中芯、華虹半導體他們做的半導體業務上面，因為市場會覺得是一些很高端的相關產品，任何的不同的電子產品上面都會應用。但是講緊如果你看翻業績上面講緊啦，呢間6908的公司上面做緊嘅半導體啦，講緊只係應用喺 LED 上面的半導體為主啦。咁就我相信唔係市場講緊嗰啲咩兩納米啊、三納米嗰啲相關半導體啦。咁相反地，你問我點睇啦？我覺得係一啲炒嘅股份嚟嘅嘢，因為講緊其實你講緊一間正正常常嘅公司上面個股價都唔會有個好似你睇翻月線圖上面啦好波動。其實如果你聽開我講股票，真係一段長嘅時間啦。我覺得你分析股票上面最好睇翻啲用月線圖嚟做分析，而講緊呢只公司就係講緊喺 Covid 後啦，講緊2021年嗰段時間開始突然間炒咗上嚟，講緊市值上面咧，其實講緊係20多億左右呢啲水平嚟嘅，最高市就炒到40多億。相反地啦，上市嗰段時間喺最低嗰啲位置嘅時候啦，講緊係幾億啦，講緊甚至講緊係一啲我哋叫做以前叫做殼股嘅相關嘅估值水平。咁所以個業務上面係咪真係講緊支持到啦？你看最新的業績上面，公司都未有一個很穩定的盈利能力。我覺得現階段買股票，我會主張就是公司有個很穩定的盈利能力，有個穩定的 business model 才去出手，否則的話就很容易就買了一些可能純粹資金炒作，好質就是學股不好質，經常講緊搭拍的相關股份。所以你問我這隻股份上面，我不覺得很大成交配合的。咁你話短線嚟講，以目前佢個市值對翻個整體日均成交金個股份數目上面，我覺得整體參考意義。但呢類股份我哋最驚係啲咩啦？突然間散水，係突然間會跌得好犀利。咁所以我覺得呢啲股份以一個炒作嘅味道為主，我都盡量唔會掂嘅。咁個分別上面業務上面就真係做嘅嘢好唔同啊。